及格的期末考，他告诉我们科技所产生的问题，科技没办法解决。第二个，凡是可能出错的一定会出错，但重点是有的地方出错有转圜的空间，核电厂出错是没有转圜的空间的，所以这一点它是非自愿的风险。因此呢，在核能的光谱上，从医院的 X 光到核子武器，它光谱是很宽的，但是我们发现核电厂的光谱是属于战争这方面。所以刚刚李院长先讲的没有错，核能电厂要跟国防部的那个武器要一起思考，因为没有任何一种武器跟武力比核子的力量更大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边也主张配合跟把解除国防要放在一起谈，因为那个在核电厂的两边的光芒都是一样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希望能够格局决定结局，我们的人民决定提出，我们不要再有 gross national product， 因为现在的 GNP 就是造成现在呢生灵涂炭、地球蒙尘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思想，那个典范是错误的。因为 gross national product 在过去台湾就是 gross national pollution， 国民污染毛额。所以呢，我们人民主张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， 追求幸福快乐。是政府应该帮我们做选择，我们也要做选择。所以各地的在地的地方政府呢，你们开始追求你们自己的幸福快乐吧，因为你们正在做这个事情。所以呢，我们就主张呢，用价值来取代价格。GNP 是价格 ，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是价值，用价值来启动价格，然后来带动有价值的价格，才是台湾未来的出路。我们有梦想，有梦最美，梦远更美，纵使梦醒也是凄美。用这个格局呢，我觉得人民才有机会带着政府往前走。因此我们主张人民不但是最大的社团，我们要成立人民财团，因为人民才是最大的财团。国民信托马海已经指出我们人民的力量了。最重要，我们要成立人民发电厂这个概念，用人民发电厂来替代我们所谓的核能电厂，主张能源民主，也就是我们竟然不能够在家里选择我们不要用核电，我们竟然做不到，我们要用风力这样的能源的技术竟然没有。所以我们主张要有能源民主的概念，而且呢，我们在建各种电厂的时候呢，也没有来要求下一代来投票。我们说环境是让后代子孙暂借的，而不是继承之祖先。请各位告诉我们，建核市场、建核电厂、建水库，请问有没有问下一代的意见？所以在此我要表达抗议，我们竟然没有合同代表，我们应该有合同代表，因为我们的核废料未来是交给他们的，那我们怎么对他们负责呢？所以在这一点呢，我觉得呢，我们应该有能源民主，然后有能源主权的概念。台湾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相信我，台湾的能源主权操在中东手里，台湾的碳主权操在中国大陆的手里，那我们的农业主权、粮食主权也在外国手里，特别在 Costco 那个公司里面。我要告诉各位，台湾绝对不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想办法让能源主权握在自己的手里。因此我在这边来提出一个主张，就是呢，我们要让在地的地方政府开始在各地培养绿领，不是蓝领，不是白领，是绿色的领子 green color， 请在地的地方政府帮我们培养在地的绿领，因为它是一种生活方式。那么比如说什么叫绿林呢？那个曹县长的羊水种电就是在培养绿林啊，而且可以赚钱的绿林啊，那一样啊，各个县都一样。我要拜托生前兄，你们有三座核电厂，是全世界都市里面核电厂密度最高的都市。那么请各位学习德国吧，德国有个叫做卡尔克，在1990年变成卢新水奇幻游乐园，他不做核电厂变成游乐园，每一天有60万的顾客进来。那么请三个核电厂让它改变成为不同的游乐园吧，切合我们的环境教育网，你的机会大有可为。因为明年开始，今年开始500万人每年要接受4个小时环境教育，要去哪边找教材啊？里面有3个县城的，请把它改成游乐园。